C06063，前往三亚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已由222更改为210，请您听到广播后，请前往210号登机口休息，等候广播通知。乘坐南航 CZ63603。登机的话，说不定你要在这个飞机上坐，上去。你好运，是我好运，不是一起。原来是9:30，现在迟了一个小时。那我们登机时间是不是也迟一个小时？登机时间差不多9点左右。不会9:30飞机才到。他在贵州刚起飞，事情就延误了。情绪延误，大家睡一觉。网不好，我连大通都刷不出来。我网很好。
可这光线好差，真的。我看看，这是顶光不挡车。哦，还好啊。好丑啊！太丑了。我的那个飞机是在工作，在工作，不用监工。真的，你跟监工似的。看看你们够不够努力。你给钱了吗？你想要什么钱？不能下阳台。我已经给了他一个鱼排了，28块钱了。你赢了，还给你。他怎么做怎么舒服？就在问你的账号。他说要绿色。同意的浩瀚宇宙空间站。先套反射滤镜，像红海边缘。请不入我这圈。那你们还要？就这个人物。他先自己关。非常神奇。他走吗？还有，还有两个小时。那个魔高。下去啊！8:40。8:40。一个多小时吧。不是9:30。到10:20。怎么说？10:30。是的。真的吗？坐到结束都行。那石头剪刀布。那等一下，我输了你就走，赢了，我赢了，就在这坐着。好，王一达，加油！耶！三局两胜，意思就是说有人想走，我想走。太累了，倒着走太累了。站着不累，那我们坐着。我们在那边上，后面坐着。走吗？那我坐。我走了。拜拜，回家了，再见，再见。羡慕你家跳的会。哎呦，我真的。你觉得呢？你小。天哪，这个快门声就是最好的认可。不行了，我在这受不下去。那跳舞吧。是魔鬼吗？那这个人站着。我知道他在躺着。在摔手。怎么怎么那么迷离我？他在摔。太沉默了，是把我的空间毛管断了。眼睛哭掉，我帮你打个手电筒，你看看。
是我自己睫毛的。没有冬天。我的倒睫怎么？你看下面这个睫毛，下面你不要捂着眼。没有，就是太轻了。这里应该倒睫毛。对啊，这是往下长的。那我也有倒睫。晚上五二一都要过的。